着剪刀直接从果树上剪下饱满的绿色果实。这一颗不是青苹果，是高雄燕巢出产的蜜枣，每一颗又大又圆，让人看了好想咬一口。整篮的蜜枣在阳光底下闪闪发亮，每一颗都是这位孝林桃给的心肝宝贝。77年次的陈先生独自管理4分地枣园，还在全国蜜枣评鉴上夺得新秀冠军，也让他的蜜枣打开了知名度。我问说想要尝试看看冠军的那枣子滋味是怎样。新秀冠军的蜜枣用重量分成三个等级，最高的3A 等级，一颗就重达5两重，一台斤目前零售价210元，抢在过年前这一两周出货，一天出货250公斤，大约420台斤，让陶给天天忙到手软。现在的出货量大概6到7染左右。对，阿姨染大概36公斤，依成熟度采收。对，不会因为订单多就随便乱采这样。陈先生一天光是出货，大约可以进账8万元，抢在过年前这两周，预计进账可以破100万。一颗一颗的枣子变成绿金，除了拿冠军的成就感之外，也帮自己赚进满满年终。记者蔡双吉、黄世云，高雄报道。